因为你是中国人，所以他们不让你罚款。你看，今天早上到现在，他们罚。I like it. I like Chinese. Like Chinese. Yeah. You are my guest. Yes. In Pakistan. Thank you. 最多能带130。哦。所以他们就叫我们过来，让我们。OK OK OK。但是一看你出来了，他们就不用你、啊。晚饭跟他们家里一起吃。一起吃晚饭。啊，对。没有没有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Are you angry?他说是你有时间吗？吃一起吃饭吗？啊，不，或者订的。他的家，嗯，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OK， 他还给我看了那、这个他们那个操作过程啊。Bent， 这个 Speed limit， 哦。My best， 我 blocking those things， 听到吗 ？I love Pakistan， I love China， I love Pakistan。他们自己的手里的钱付你的罚款了，所以，对，他不是你签字了吗？对，这个是一个好事，是巴基斯坦人喜欢中国人。他说你必须来他的家吃饭，现在。